能不是很好，但是还可以。是，你的还可以是98分吗？哎，是。我们的华伟，请问你刚才对这首歌有什么心得吗？好，我知道你不能讲话，不要讲话了。哎，好，开玩笑。那这首歌真的让我们非常的非常的喜欢，所以我们才选这首《天空苍穹 Wishes Go》。就是相信这个版本，你们在别的地方应该听不到，这是我们努力研发的一个专利。哎，我们研发几天？大概两天。是。好，那我就刚刚说这个，接下来都是我的故事了哈。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，是我自己写的歌，那也是我第一首写的比较深薄一点的歌曲。那这首歌叫《借口》。那他坦拉蒂布说哈，先讲一下这首歌的为什么会写这首歌，那为什么会带给你们听。那有一次我交了一个高中很清纯的时候交了一个女朋友，哇，好开心啊，好清纯的时候。结果我那时候在高雄读书，然后呢我去逛新竹江，看到他牵着我最好兄弟的手，然后对，那时候我抽着烟，拿着一条50块的那个小丁字裤，然后愣住了。我要找什么借口去掩饰我拿着丁字裤的这个理由呢？所以我就写了借口这首歌。好，希望你们会很喜欢。那个培哥啊，可以帮我讲一些话吗？因为我现在找不到我的歌词。真的吗？你怕现场干掉了？是。其实从第一首开始都是阿诺失恋的经验，还是推到我身上，可能是年纪比较大了。走快一点，我没有话讲。好，来喽，来喽。你们还记得我们叫什么乐团吗？是，谢谢。这个等一下有奖征答，一瓶啤酒。不是那个自己人，不要那么大声。好，我们来听听看我阿怒自己写的一首《借口》哈。那相信唱完这首歌，你们都在尖叫。哎，好。这样的
就只有你要别了，就算是你曾经爱过绿乐团的唱片在柜台那个外面的卖票处，一年后会卖哦。